美通赵继承研发团队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，凭着专业的技术和过硬的质量，研发了国内先进的内密闭环保型沥青搅拌站，经国家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进行环保鉴定评审，达到国内领先水平，获得多项技术创新成果。内密闭式主楼解决沥青站环保难题，搅拌缸采用双轨迹搅拌技术独特设计，搅拌均匀无死角，震动筛优化设计，筛网更换便捷，密封性好，沥青变频加二次计量，计量精度高于行业标准，骨料大小双能控制，动态落差自动修正，控制系统智能互联，可实现远程诊断。工作室沥青站三路同时供料，环保型冷料系统，美通重机将林帕特技术应用到环保站开发，全面提升环保站新能。采用节能高效燃烧器，油泵、风机、双变频控制技术，自动调节风油比，热骨料提升机采用双板链提升，震动筛采用先进的免维护的震动电机式直线筛，能快速更换筛网，热料仓为六个隔离仓，一个回收粉暂存仓，一号仓可作为直通仓，在生产正常后，食料可以不经过筛分进入搅拌缸，直接出成品。每个料仓均设有溢料口，热料仓的放料门采用大小门计量，舱内含有连续式料位传感器，可探测料位情况，并有计算机控制料舱料位，控制室可以随时观测，采用三点压式传感器，减少外部对计量的干扰，沥青采用变频控制加二次计量，沥青秤采用自流式向搅拌缸加注沥青，具有独特搅拌功能的装置，搅拌周期短，采用高速同步驱动的双握轴强制搅拌方式，采用双轨迹搅拌，缩短搅拌时间，搅拌缸底部采用导热油保温设计，整体设计优良，密封性高，放料门采用拉杆门设计，搅拌无死角，不存在卡料现象，放料口特有的林帕特内密闭设计，绿色环保，该装置已申请专利，成品仓接料口与搅拌缸接口用软连接，负压通过超限料仓到震动筛，然后用负压管连接到布袋除尘器，形成内密闭系统，无灰尘溢出，将主楼接料通道下部分隔成两部分，设有盖板，同时溢料废料侧也可用装载机产料，也可将这部分料引出，成品料侧加装吸烟装置，引入燃烧器二次燃烧，溢料侧加装吸尘设施，
管道连接到除尘器，除尘系统为集装箱式大气反吹布袋除尘器，采用林帕特技术设计的除尘系统，前部为重力式除尘，产生的粗粉可直接输送到热料提升机，后部为布袋除尘，清灰方式为大气反吹式。布袋除尘器的反吹清灰装置的工作原理是气缸打开反吹门，引风机产生负压吸入大气，对区域吹气进行布袋清洁。布袋除尘器清除下来的粉尘沉积在除尘器的下腔体内，可通过下腔体内的螺旋排出布袋除尘器，再通过回收粉螺旋输送机和回收粉提升机送入高处，需要添加回收粉，通过过渡粉仓到粉秤，不需要就会流到回收粉罐，在风机出口处加消音器。沥青罐采用快速加热技术，能够有效缩短加热准备时间。沥青、重油罐烟气及泄油池烟气进入等离子机组处理。为了更有效地减少污染，我们设计了全封闭智能工厂式沥青站。钢结构厂房是控制污染的一道屏障，厂房规整，厂区内的功能区域规划清晰，便于设备和人员的管理。还有一种半封闭智能工厂式沥青站，将料厂及沥青导热油系统封闭，采用内封闭系统，主楼上面不会有粉尘溢出，是一种可推广的沥青混合料的生产方式。专业恒久品质，品质塑造品牌，美通与你携手共创未来。